摩托车检测线移动的，大家有没有看过啊？可以随时移动，然后就直接到这个富山镇的这个镇上面过来检测了，非常方便了。大家看一下，里面什么设备都有啊，这个挺方便的，这东西。还有监控什么的，外检区，太厉害了这个。我在这边吃早餐了，然后看到这个，第一次见了，很方便。不知道外地的能不能在这里捡。它这边还有空调，里面还挺舒服的。永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流动服务车，补换证行驶证10元，摩托车号牌35元，小型车号牌10元。摩托车检测站，刚才我问了大哥，大哥说这个外地牌照的是外地牌照检不了，外地牌照只能去那个年检站那里检，这个只能检本地的牌照的。然后他们是每个月都会过来，非常方便了。第一次见这么人性化的，太好了，这个。